Hello， 各位模型大人，大家好，我是皮特，最喜欢模型阿燕。今天我们这个借我验一下，来看这个2010年生产的红一端 NG 的，没有错，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频道的老观众一定都知道的这个阿燕反指标的由来。在这边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当年就是这个东西刚出的时候，2010年，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应该很冷门吧，没有人喜欢，结果卖爆。一直卖爆了12年到现在的一个荒唐的故事，所以阿燕反指标这点就成为了一个我们频道的梗。那刚好今天有一盒这个 NG 的红一端来到这个工作室，我们就直接借我验一下，把它开起来给大家看看。那这个是最原始版的红一端，为什么说最原始版呢？因为其实它有很多的衍生版本，包含了一些什么蓝一端其实应该是先出的吧，后来才出红一端，对吧？是吧？好啊，总之它有很多其他的衍生型，像近期还有什么红龙型啊，还有就很多，真的是太多了，我已经有点害怕。毕竟我一开始不看好它嘛，所以我没办法叫出它所有的衍生型的模型，是不是也是很合理的呢？红一端钢弹它的特色就是骨架的外露感。就像这些装甲，它感觉上就只有一半，好不好？就是前面有装甲，然后后面镂空。这时候一定有很多人说：“你才一半，你全部的模型都一半。”没有啦，我只是说这种骨架外露感啊，并不是一半，就是说他们这样就恰到好处，好不好？外露感就是展现那种肌肉露出的那种感觉。那这毕竟是10年前的套件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地方有点微妙啦，像它用了很多很不可思议的 PC 键，这边刚好挡住了，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总之它就是有一些卡扣设计其实比较难上色，但是我很少看到有人讨论这个难做的地方，还是说大家就默默的把它装上去，然后就不管它，就是一个不能说你们偷懒啦，就是说这个做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啦齁，有些太困难的地方我们就简单的处理，免得这个没办法完成，做一半，好不好？那这个武士，这个东西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它是有点武士的一个印象在上面，所以莫名其妙的受到大受欢迎啊。那就连现在2022年，很多有武士题材的游戏啊，或是动漫之类的，也是一直都很受欢迎。就是这把武士刀让大家爱不释手，一把是橘衣文字，一把是虎彻，两把是不一样的哦。你看这边有写，写在这里，是不是完整的武士刀？然后我们这个之前那个吉姆也是，对，这把也是那个之前那个红龙型掉出来的，掉宝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光剑，蛮意外是在附这个短的。这个其实是那个拉弓形态的时候放在前面的尖尖的那一段，所以才是短，并不是说它用那么短的光剑。哇，这个套件其实等于我也组过半支了吧，因为我组了很多其他的形态的红一端还有蓝一端，不过蓝一端我好像只组过一支，那个后来出的那一支我就没组过了。不过以前的设计啊，这种装甲板都没有什么刻线了，所以其实自己刻个立志线上去练一下刻线也是蛮开心的。哇，10年前的套件就是忠于原设定吧，原设定严格来说是漫画版吧，因为漫画有完整的故事，还不错。然后螺丝是附在这个台座，为什么有台座呢？因为要放它的那个武装，没办法撑住。哦，贴纸的部分完美分色嘛，所以它也是附这种亮亮贴。哎，这两个圆，哦，这两个其实我觉得后来的模型这应该就可以分色，因为这两个其实不一定要不需要贴纸啊，就是胸口上那两个红点，现在 RG 都这么细了，其实如果出个新版本，这种分色就不会再有了吧？就这种要贴纸的部分就会省略掉了。好，我们来看看说明书的部分。哇，这以前还是这种，就是传统的说明书的这个格式。
欸，等一下，而且说明书还是红色的腕带，可是盒子，我们刚刚看盒子已经是蓝色蓝标的腕带，怎么会有这种状况？这么神奇？难道只有改一个盒盖而已吗？哇，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经典款的感觉，相当的不错。以前的钢弹又看起来特别壮，那现在的钢弹都看起来比较修长。而且十年前的话，这些附图应该还是有一些吧，这些解析什么的，我看一下啊。基本上有一些用不到零件啊，用不到零件应该就是蓝翼端，所以蓝翼端是先出的，我应该没记错。哦，看起来没有额外的设定图。那红翼端的故事，其实那个钢弹引爆上面其实有两部的那个算是不算 OVA， 算 OVA， 就是以前的电头的那种短动画可以看，就是 Seed 的 MSV， 这是战术武装，然后还有这个红翼端的驾驶员。其实这真的是蛮经典的一个套件，你想要怎么改怎么玩都可以。武装可以变大件跟弓，身为好大喜功的阿燕，这边又有一把弓，而且这把弓超大，真的是某方面来说，是不是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来好大喜功一下？我们的好大喜功梯应该四月左右会做出来吧，希望可以顺利的跟大家分享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红翼端的突如其来的一个开箱啦，毕竟借我验一下总是这样不定期的出现。然后这个动态极度夸张的钢弹都一定要抬做啦，一直出现这个弓，我是不是真要给他一个好大喜功压起来？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借我验一下的红翼端 MG 版的开箱，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套件。那如果喜欢阿燕的频道，记得按个订阅，按个分享，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频道会员虽然可能没有什么实质可以看到什么 好东西，但是就是给我的一个支持与鼓励啦。那也特别感谢一直以来支持这个频道的大家，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的。啊，你说只有阿燕要努力吗 ？OK 的啦，阿燕会继续努力下去的。开始自称阿燕，情况从糟糕变成难以理解。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在下面？完美。